我天哪，把这把烤肉机压住。跟你们举几次烤肉店的流动服务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佳佳，今天去吃个藏在巷子里的炭火烧烤。这都是牛肉吗？牛肉。哦。这段时间过节比较多。真是受到了。那一家排队人实在太多了，然后我在后面排队就出来买一个肉夹馍，看见在旁边有一个植物路当季，我记得你们给我推荐过，说他家肉夹馍好吃。哇、哦！哇，它这里面卤肉好香。点电吧一下，烤肉烤筋都得1.2元一串，只放盐的劲儿。要一点，他这个烧烤是烤好后会有师傅端出来吆喝，然后你想吃什么，你就可以来拿一把。这个是只放盐的熟筋，它就是1.2元一串。刚才我拍的，他们还有撒很多料的，有很多口味。这个是最基础的，你能吃出肉的香味，然后吃完以后是统一数签子付款。嗯。这种盐筋主要是吃了肉的新鲜感，如果肉不新鲜，这种只撒盐的肉筋烤出来就不好吃。我想吃它正常烤的，但是得看师傅烤什么才能吃什么，还在等一会儿，他一直在烤。好香，嗯，哇，看着就好香哦。这个是奥尔良味的，8元一块。好嫩哦，这个太烫了。前面还有白地馍，等会可以要一个馍加烤串。我现在坐的位置是收银台，就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然后就没位置，我又一个人来吃。嗯，特别把这个小桌子给我用来。自己烤肉的话，它是要两人转，两人一起吃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嗯，那个你是不是也看那个《军在西安》？嗯，我没看，我朋友带我来吃的。跟你们举几次。我不客气了，谢谢。我听快了，他这里有免费的大麦卡，可以边喝边等。他这家要是想从头吃到尾，得等好长时间。点个烤馕，我要一碗炸酱面，拿了一头蒜，边剥蒜边等着。他这个还是紫皮辣蒜呢，好羊肉。嗯，蒜。我剥了一把，刚才它这个羊肉里面很嫩，外面撒了很多孜然和辣椒粒，嚼得干香干香的。我要十串，你给我一把好了。嗯，必须得配蒜。它这个蒜不辣耶，很嫩，像吃水果一样，真的。我刚才剥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。哇哇，巨好吃！不是山西的吗？不是山西的。是哪的？河南的，咱邻居。我带了橘子，给你们把这把烤肉机压住，撸了个寂寞。我发现来吃烤串的都是年轻人啊，这个氛围可是一个热闹友好。把肉撸到烤肉囊里，哇、哦、去，这看起来就贼辣香。它这个肉是一种很浓的孜然味在里面，然后烤馕又有一股很浓的麦香，就是硬脆硬脆的。吃一口再配一半蒜，好美味。嗯，这个蒜我要再感慨一下，我家就没有种出过这种蒜，一点蒜味都没有。可能巨香啊，这个馕有点有点，你吃过他们刚开始的那个烟卷以后，你再吃这种烤卷，就觉得简直他那个料调的超级好吃。在洛阳喝海碧，在西安喝冰峰。哇，而且这个吃好多呀，一股可浓的橙子味。嗯，好好，我给你开这个西瓜。烤肉店的刘总服务员要了一碗豆腐面拌一下，他给我放了口的油泼辣子，点的油泼辣子很好吃。我天哪，嗯，肥瘦肉圆圆呗，肥瘦来四个就可以。嗯，哇，豆那种可浓的炭火香味，还有肉香肉筋
肉筋，嗯，那两条我刚才吃了一把了，老好吃了。嗯，哇，把这个肉扒到我的面里。它这个手擀面很筋道，就锁都锁不住，大家也很想，不过这肉香更好吃了，尤其是吃了它那个带肥油的地方的时候。它这个蒜一下就把那个面香和肉香一块激发出来了，真的是吃的满嘴都有蒜皮。我觉得它这个蒜很辣，但一点都不辣，真的好吃。吃饱了，我也打饱了，总共就花了75块钱。